今日来接这个配电工的这预报工程，你甲拒绝，无怎么想啊？都叫经理拍了。无啦，我都听明珠讲讲的，我有理啦，啊，都说服啊。啊，你先来讲的。哦，啊，文清就想要学全台湾各路修复家具的技术啊。啊，拄好修复幼爸这个工程就是一个机会啊，会当邀请各路无同款师傅做伙交流。你这讲对，安尼好啊，哎，师傅嘛赚着钱，好，你证明我做吼，一减二高帮拉减四块，啊，不过哦，你决定了上班啊？安那讲？来，哎，配电工的修复工厂有人走一卡步，已经申报去啊。啊？像？像啊？啊，叫做小吴。新港人，今天日落这半人报主，是啥？OK， 哎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哎，紧张紧张。有人在无？笑，笑笑，拍死嘿！人家休困一下，好，好来啊。是这样啊，拍摄啊，我想要找一个叫小吴的吴先生。我不能啊。哦，啊对对对，我叫王文钦嘛，哎。哦。我来这坐啦。好啊。歹势吼，副官来，无啥好交代，下阵做帮您啊。多谢。啊，有啥贵事？是安尼啦，王先生。啊，我看你的双手遐尼啊优秀，应该唔是咧做白工的啦吼。啊，我敢问你请教你，你的本业是咧创啥啊？你这阵来是要调查户口的？还是要创啥？你直接讲好无？好啦，来咧，我直接讲，吼。配电工内底的每一项物件，我拢非常清楚，尤其是幼肉的部分。而且，迄修复的工作唔是遐尼啊简单，我是非常严肃咧看待。我认为，一个无肉工背景的人，免哪有法度接到一个遮尼啊重要的工程。吴先生啊。你以上讲的意思，是讲我用无合法的手段做这个工程对吗？不是啦，文庆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伊就是足重视这个工程，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嘛。哼。志文，配电用合约书了。王先生，根据我知影，全台湾会晓修复这老家具的师傅无几个。我请教你，你哪有法度摕到这份合约书啊？吴先生啊，你总袂使讲无听过我的名，就讲我无资格摕到配电工的工程，你了解无？郭先生。我坦白跟你讲，全台湾这修复老家具的老师傅几个我拢知影，甚至因的名我也叫得出来。那咧，我就老实跟你讲，我也是认为你无迄个资格接配电工的幼肉工程。王先生啊，你即抓来。高先生，啊，我有代志呢，无我先来走啊。林工再来拜访啦，吼。唉，真正派你当来搞笑了。
我都想要好好做啦，哼，就无好好做啦。哎，哦，紧吃紧吃。这个人哦，伊根本就不是做白工工程的人。啊，佩天公这么重要的工程，你要让人交伊啦？注意，这件代志对我来讲非常重要。啊，无看后面安怎，你先甲我联络啦，吼。哦，多谢。阿总，注意安怎讲？注意讲哦，这阵仔是足无用的。啊，这幼白工程哦，拢是委员会咧处理。上侪经验嘛，毋是讲介清楚。伊国讲，国讲啥？伊讲哦，进前是我先人杀掉的，啊，即马代志不干呢，即马无人怪伊啊。主意讲了无唔对啊，是你先放弃的啊。而且你拄则对小吴讲话哦，淡薄超过。好啦，就算工程毋是我做的，啊，不过嘛无人交一个外行人去做啊。你也知呢，佩林公对咱来讲。是自细汉到大汉的所在，不管内面的签筒啊、杯啊、柜啊，迄所有一切，对咱普通人来讲，是一种感情的基地，迄绝对袂用凊彩。对，我就是确定，我确定你无法度享用你一个稳定的感情啦。好啦，你唔想啥无要紧啦，我来问阿爸母的意思。哎哥，创啥啦？我不是已经讲好啊，莫再讲着阿爸母的代志啊。无要安怎啦？啊，即嘛直接讲。不管做啥物代志吼，拢爱我对得起阿爸阿母啦。我即摆就来问看卖，我真无简单真心介一个查甫囡仔，我看伊想有意见，是毋是对得起因啦？哥，哥，你是当我说话袂啦？我话的人你唔问，你去问一个已经过往的人，即摆是安怎？我七下七无，我都决定任何代志也都对。啊好啦，妈安尼好无？无遐尔严重，妈你冤呐。嘉伦啊，你阿叔无迄个意思啦。阿爸，我问你，你相不相信我会当予少年母仔仔幸福？若对我有信心吼，请你予我三心杯啦。你敢知有偌艰苦？你唔想过我的心情无？明明是一个好代志，为什么要甲我复仇啦？厝内底人不是应该互相支持的吗？做啥物态度啊？你阿姐做你细汉，甲你饲到这么大汉，你敢知你拄只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伤伊心啊？好啊！我是真正介绍你啊！哎呦，代志哪会不甲安尼啦？我安尼嘛足艰苦的呢。我伫遮啦。嘉伦，歹势啦，阿母拄只话讲了伤紧。阿母。嗯。我讲真正，袂当让文丽幸福。为什么阿叔唔相信我？哎呦，你听恁阿叔了了白讲，你哦是
较紧仔成淡薄尔，也毋过哦，是一个足善良、足善良的囡仔。